你把那弹簧揪过去，就是切片儿，它就自动就送这种，挺好。把绳子出去切了，来，准备。拿上。那你先砍肉。拿上。已经录，已经开始了，你就自然点。就这样吧。不是，你先把那个这个弹簧绷紧了，就是朝这面压紧了。哦，懂了。压紧了，它这个肉就对对，它自动就送肉了。对，切吧。对，对好。你别动啊。嗯。好，切割。挺好。这个还可以调节薄厚。有点是不是有点厚？嗯，就这样，厚点有口感。还是有点硬，这个只能切硬的，软乎它就切不动了。嗯，那个自动机器也是只能切硬的，自动机器还不能太硬啊？为啥伤刀片呢？那你这也伤刀片，总有个磨损的过程。哎，天，这可能有点轻硬。其实你也可以手动调节薄厚，就稍微错一点就行。那这个可以调节薄厚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就这样，我自己看。下次再对弹簧的时候，稍微闹的那个什么，薄点的。这弹簧上次我闹就不会闹这弹簧。看，慢点，看手。没事没事。这是一块儿都切下了是吧？我还路过那个什么，就这样了，不管。那个里面我说切斤肉多少钱，他说1块钱，你已经马上挣2块钱了啊！不是，你这个机器多少钱？30多。啊，那得切15斤肉才能赚这个钱来。你这个机器也有损耗，切完15斤估计也不能用了，也就是它两个刀片了，刀片。嗯，也就是以劳动为快乐。现在这个软硬正好方便了，这个啊，不用跑。你要不那个什么，哎，还得专门写。忘了，那去年你闹转半天，闹成个什么，回来全都化了，想起来啊，是吗？这个你多会儿想吃就可以。你这录的没？录的。那次弄回来全化了，是吧？嗯，我可跑着呢，那样化了。那个跑着化了，这方便了，最起码。你这煮啥呢？嗯，煮点虾。你可以录下你煮虾。你录你的吧，你下你的虾，别看我。哎呀，都快切完呀！啊。那刀好用、啊、你还上次笑话我们已经是原始工具了。不是，你上次那个切的确实不太熟练、啊、上次还不知道它工作原理吗？经过研究。慢点看看出来。放心，没事。刀片的对。碰一下又不会熟。你要不回来，我这次正准备有个啥计划？啥计划？我们的虾煮上，然后是闹个盒盒，拔出虾仁给你们拿一盒盒虾仁。哎呀，我天呀、啊，那可没得，那可容易坏、啊。好东西你就留着自己吃了，这学校吃的可好吃的呢。哎呀，我家里要啥有啥。不着急，往这里面抓一点。
只剩下小个丢丢不好切了。没事，有办法。就是那你就这样，只要别把手切下去。不能，你还得拿那摁住，你个姐姐，有一有点个姐姐比不你手手厉害。就是不好按了。行了，你看你弄你的，别管我了，我这好的。结束啦！不是，你别闹了，我那个剩下不行，我切脚馅吧，那个切，行，那就这样，行，不录了，就弄这么多，这是啥啊？木耳，行了。